顾小满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一个人待着有点无聊。你怎么穿这身衣服？你不会真的伤到哪儿了吧？严重吗？没有，我刚刚那身衣服上都是你的血，我就随便换了一身。嗯，那你早说呀！你怎么了？你不开心了？ 你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你真不高兴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帮你收拾他去。好歹我们两个也是一起打过架，一起流过血的。我打架，我流血。是是是，反正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从你救我的那一刻开始啊，我们俩就不一样了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嗯，你先站起来。 哎呀，站起来！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么简陋也不像是我的风格呀。好在此刻也是清风明月，周围环境也还不错，就让天地给我做个见证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顾小满，我喜欢上你了。嗯。 又想玩什么呀？我不是都说了，你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。我是认真的，我沈晨阳向来都是随心所欲，我的心脏说喜欢上你了，我就不会放过你。但是我说过了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说左岸？你怎么知道？很难猜吗？你身边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人，不是左岸，难道还是那个白痴脸展越呀？是。 我是喜欢左岸，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他，以后也会一直喜欢下去。虽然他并不喜欢我，但是，我也不会改变的。左岸不喜欢你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突然发现，冲动有点普通，还是挺有意思的词语哈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行。 你现在可以喜欢左岸，没问题，但有一天，你绝对会爱上我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哪来的自信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喜欢上你，绝对不会。你会的。我不会。你会的。我不会。你会的。我。大晚上的别叫了，这里可是医院。